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这是秀丽。中午呢约了昌平哥在这里吃饭啊。昌平哥呢出去好长时间了，回来了啊，菜都点好了啊。你这头眼睛呢，我让他喝喝过来吧。哎呀，这是啥酒啊？这是啥酒啊？昌平哥，这是沈酒。沈酒，这不是中间泡了个人参？不是，多长时间不见，这发型还是先刷过啊。哎呀还有鱼的哥，啊，羊肉又连起来了，啊，哎呀，管。现在吃完饭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这个一杯这个酒劲儿挺大啊，哎呀。喝得迷迷糊糊的，现在马上到住的地方了啊，跟昌平哥呢聊了很多啊，有一个挣钱的买卖，等到住的地方让秀丽给大家讲啊。昌平哥，这个差事咋样啊？秀丽，能干，能干啊。嗯，我没驾驶证，没驾驶证我开，买个车你开，嗯，手能了是不？啊，对，手动挡了，少了是柴油，而且那个把啥的都些重。他不是四米二的呀，他买的是四米二的。对，四米二的。四米二的少了柴油。对。你别管少啥油，反正他是手动挡的车。但是装上火鞋衬上没，你想想这么简单。那你考个驾驶证去。我考个驾驶证去。嗯。中。没信心。我应该能开了了吧。嗯。我应该能开了了吧。嗯。活，反正那个活是能干，你知道不？嗯，干啥了，昌平哥？火辣辣，不是？对，火辣辣。远途了，火辣辣是不？跑远途了，火辣辣。不，几百公里。比如他接从咱这个菏泽接个活吧，啊，拉到青岛去，这一趟运费啥了，跑下来挣，反正是一天能挣个600块钱嘛，500-600块钱，一个月12000没问题，反正是多了挣不了。真能干，自由哎。是还能陪视频，还能全国旅游，啊，是吧？嗯，现在啥都放，口罩原因放开了，高速不查了。啊！我就真能干。卖车你有钱，我问你。没有。都是咱咋呢？关键是卖车没钱。那一个车卖个二手的，我估计几万块钱吧。卖个二手多少钱？3万块钱那玩意儿吧，也都是那玩意儿。回来先看看，你看看二手的。先看车机中不明亮。看看二手的，问问多少钱。啊。打的打的。想中了都干，反正这过年这一节的还得放假了，你利用放假的时候呗。中，看看你，能治都治了。啊。他反正几个听他说这活真能干，你先啥？啊。你先跟着他跑两天试试。去到人家方便吧，明天再说吧。学学。嗯。看他同意不？你别画大饼。不是我画大饼，你只要给我钱，我立马给你弄个车机。回来问问多了解，然后再说。所以说你先。这只是个你想的事儿，现在你只是空想。他几个听他说，我是真想干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动心了。嗯。嗯。中，那咱俩掂量掂量吧，这两天中吗？哎呀，你先跟他跑两天再说吧。好好好，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香肠呢都晒了。3-4天了嘛，感觉差不多了啊。今天呢上锅蒸一蒸，看看今年灌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。现在啊看着都特别有食欲。过年了的感觉哈。现在开始下锅了啊。先蒸一半，然后留一半，剩下的呢到过几天再蒸，那个味道口感不一样。这个越下锅早吃着越嫩哈，过两天蒸第二批的话就会有点干哈。对，浇开它，然后得蒸上40分钟吧。满一大锅了啊。现在蒸了20分钟了啊，听那个灌肠的老板说需要蒸40分钟。
哎呀，隔着这个锅盖都闻到一股这个香味啊，肯定好吃。选了彩花，啊，熬白菜，啊，还苗子，中，浇完的没了，还有浇完的了，这今天的没了，哦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朋友们，我也是第一次蒸这个香肠，啊，看成不成功，蒸了都有40分钟了啊。咱们开锅，看一下。哎呀，看不到是吧？想蒸。哦，锅放不下，锅太小。呀呀呀呀呀！哎。猴子了，看的啊，看的是血有食欲，烫手不？我刚用凉水洗的手，炸凉了我的手。啊，掐的。嗯，这个烫啊。开锅着。最后账交完了，让你熬哪菜？开锅谁吃谁着。啊。嗯。那应该直接都没样了，先吃先扔，消不消肠？啊。秀丽香肠，肉质鲜嫩，尝尝吧，滋味咋样？嗯，好吃不？哎、我也没吃过这热乎的香肠的了。看一下，朋友们，观摩有食欲不？先品鉴品鉴哈。哇，哎呀，喝了不？嗯，哎，真好吃。嗯，刚蒸出来这个味儿是汁儿多，肉鲜美。嗯，一吃油滋滋的。你这蒸多长时间？40分钟。40分钟准。嗯，准40分钟。中，中吗？中，还是不能。嗯，留着过年吧。嗯，开门。好嘞。想吃硬了都多晒一点。对，今天这个香肠蒸的很到位哈，等一下凉了再切一点也吃，更好吃。凉皮。手里闷了几个红薯。你看这个红薯。啊，看见了，一股子胡包子味儿啊。这个烧了时间长了。啊。嗯。这个豆子是吧？正浇完的行，没你要恁咸，要浇完的行。好吧。这个太管的浇。切的吃一半年，这，哎呀，多切点，吃都中间着啊。俺兄弟好吃肉，没事多切两片。吃吧，趁热你尝尝咱这个香肠呢。吃完我到一会儿我给俺姐烧肉点。啊，叫他也尝尝。东西倒不快，嗯，牛，嗯。香不香？那个香肠呢？香。啊。能吃。嗯，凉了就好吃。嗯。嗯。加点醋好喝。嗯。啊。装着这些都留了，你跟俺兄弟恁俩吃都中。嗯，我装起来。啊。想吃了都切两根啊。是俺这我掂过去给俺姐分点，俺拿走点。啊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朋友们，这个玻璃水现在。化了啊，换上这个防冻的，打开这个引擎盖，现在遇到问题了啊，这个盖怎么前面抠过来怎么打不开呢？不弄了，好了，弄不成，打电话问一下。费了这个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整开了啊，原来是在这里啊，这个
这个啊，往这一掰就可以了。夹吧，夹防冻液吧，不是防冻液，玻璃水。这个是玻璃水吧？总错不了，夹错。看错，你不看错。夹错了都恶心了。这红了是啥？还有那个黄了。这个应该是吧？你看透了，看透行。夹防冻了跟不防冻了咋？有啥区别啊？你说，现在换完了啊，加这一瓶就干满了。修理买的10多块钱买了2瓶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还会不会动了。